肯定有太多太棒的东西了。有什么跟大家讲一下嘛？肯定有阳光，有沙滩，有啤酒，还有比基尼。垦丁海上 PK 赛，晕船落水有够嗨！等一下，我要看风景，一场夏日开胃菜，酸甜香辣样样来。有种就拉嘛，给大家看啊！顶级民宿澳好康，南洋风味一级棒。垦丁，我们又来了！是的，来到垦丁一定要玩拖一绳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人在海上，也就是在船上。林伟恒先生，林伟恒，他连移都移不过来。哎，要玩拖一绳的啦，起床了。这个还在硬修多啦，今天要违反规规定啊，大哥。今天风浪是不是算还蛮大的？今天算蛮正常的。今天降正常哦。比正常还大一点点而已。林伟恒。啊，非要放松中要注意什么事情？要注意眼睛张开，看比较远的地方，风景非常的漂亮。是怕会晕还是怎样？是不是？不是被晕，本来上去就是要欣赏美丽的风光。大哥啊，上面的风景再那么漂亮，我已经头晕脑胀的了，是要怎么欣赏啊？呵呵，晕船鬼，那就跟你说声 sorry 咯，我自己慢慢欣赏。待会啊，我慢慢升到空中，美丽的海水还有海岸线全都一览无遗，再加上夏日的海风，管那头顶太阳有多大，也是绝对爽快的啦。这个坏蛋，这绳子安不安全？会不会断掉？啊，不会啊，我们这个都是美规的，啊，都符合安全规定。不要，我看这打嗝，你不要快要吐。不是，我也是快要上升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但是我们飞上去就算了啊。我们摩托车周记哈，保持一个精神，就是我跟纳豆之间呢要互相的竞赛，因为我们有仇恨呐。对，我们 PK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整个醒过来。真的大声吗？我操！有必要吗？我操！有必要吗？心情不好，我有人传令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把上航巴士贴好。你昨天晚上已经被我打了一个晚上，你看到没有？贴上航巴士，快好起来，快好起来！好了，够了，可以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不要 PK 的规则，还是要讲一下嘛。讲一下，我们下去呢，我们一个人会有两颗气球，要不能在上面把它吹到爆炸。那当然，气球只要飞掉都掉到海里面 ，PK 就直接算输了。林伟恒，没问题。林伟恒，没问题。好，让他先，让他先飞掉，让他先飞。你先离开海上，好不好？是气球啊，我干脆再拿大一点好，来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预感我会把我昨天的晚餐灌到这里面来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感觉这个松松的。对，你先上来。我上去我就飞了，我。不会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当然了，其实有点怕。真的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就这样。哎，你那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我真的飞走了，我们就在菲律宾见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吕宋岛见。等一下，你有没有什么最后哪些话想要交代一下，跟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说一下嘛？哎，爸爸妈妈，我去帮你们去菲律宾找菲佣了。什么东西啊，神经病！好娘炮，在上面比较舒服哎，离开船比较爽哦，比较舒服哎。气球，我们马上开到 PK 赛，所以气球大赛，一杯杯是大的。在上面想吐，我想吐哦。你们还要叫人家飞气球，可是你现在没有人性啊。
第一次看见，空中还可以表演脚内八的人，真的假的？我要回文哥王，我这不行了，上面的风大太阳大，本来晕船就快要吐出来了，气球给他用力吹下去，我都紧张冻没了。让我下去纳豆，你这个坏蛋，要这么玩我随便你。 搞得真的很冷静，是啊，林先生现在非常的凄惨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报告一下战况。他呢，两个气球，都没有报，而且还有吐的味道。确实，那那那那那，对，另外还在争取呢，得到零分。可现在的朋友，我想呢，接下来就换我上去了。那马表也不用了，我只要吹爆一颗，我就赢了，林伟恒。还我干嘛？不要拍我，很翻脸，很翻脸，你看我脚趾头都会张开，都不会像他有个人这样僵紧。 怪关音，怪关音，我恨你，好狠，大少杰，拜拜。哇，看我脚趾头闷翻了，非常的凉，非常的舒服。你看我可以自己控制左边，也可以来右边。马上，我就要来完成，K先生一辈子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 哒哒哒！哎，看到了，已经这样了。没有破掉啊！好难吹破，这谁买得起球？破掉了！等一下，哎，我已经吹破一个了。你刚刚是用捏破的吧？ 我刚是吹的，我才没有那么奸诈。等一下，我要看风景，不，不，啊！我看这浪大把都是醉了。哈哈哈，纳豆泡在水里面是不是特别清凉啊？林伟恒，你不要以为待在船上就可以随便指使船长哦，我看你给他慢慢吐回岸上啦。 教练说啊，现在这种游艇拖曳伞已经比国外更加安全，让游客们更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欣赏风景与享受刺激，而拖曳伞的高低可以由船长自行控制，所以啊，能够做出水上漂，蜻蜓点水，甚至像你一样，整个人泡在水里面再拉回空中的刺激效果哦。好啦，欣赏完垦丁的美丽风景，我的胃差不多也清光光了，是该找一个地方吃饭啦。 这里真的很凉，因为呢，这个垦丁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这种热的天气里面呢，最适合吃有点酸酸有点辣辣这种泰式料理啊，你今天带大家来吃泰式料理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终于回到陆地上了。很想念陆地哦。好了，来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哇，来来来，都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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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国餐厅哦，我就想要完成一件事情。我什么事？今天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借助你的力量，因为是老板娘，你可不可以教我一道泰国料理，可以吗？他说他进来，他想开是正常的，安排是正常的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要找一下啦。你要找一下，你要找一下。武器藏起来！
道泰国料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你要点什么菜？哎呦，刚刚我们点的就点打抛肉，这道菜打抛可以吗 ？OK。太好了 ，OK 哦。哎，那我们直接就到厨房吧，好不好？也不要拖时间了哈，直接你手给我，手给我。不是这只手，不是这只手，这只手给我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一二三就走了，一二三走。哇，哎呦哇哇，透过时光的隧道哎，老板娘你好厉害，哇，马上都换上了这泰式的头巾哎，我也有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什么时候帮我戴上去？现在怎么凉凉了？哎，还有内裤哎，哎不是，像在我这里哎。你很脏哎！你看什么？你这个大家都在看录影的，你不是啊？我的头巾呢？你的头巾，我怎么啊？在你这里，什么时候还给我？好痒，好痒！照样绑没关系，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把它绑在头上？脏啊！老板娘，我们现在马上带我们去做菜吧。OK。好 ，OK。好，现在老板娘呢，马上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打抛肉，它的这些原料啦，原料有哪些呢？食材，知道了嘛？打抛肉一定有肉嘛？这是什么？哪里的肉？牛角肉。那其他有什么材料？还有小番茄。小番茄，太厉害了，小番茄哦。然后还有辣椒。辣椒。辣椒啊。然后还有这个，那这个是你们的辣炒酱。辣炒酱，辣炒酱是哪里来的？是你们自己特制的吗？哦，被我猜到了，特制的。特制的。假扣满呀！假扣满，请假扣满呀！辣不辣？好辣！演戏爱演。辣不辣？不辣、啊，爱演鬼。放了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那么辣？鸡心辣椒跟朝天椒下去爆油炒。这个辣是后劲很强哎，你把它当成金门高粱酒在做啊？哇，那后劲太强啊！这道菜也会叫做打抛，就是取它香料之一嘎抛的谐音，它的味道啊，吃起来就像是九层塔一样，所以妈妈们啊，可以用九层塔代替哦。这个老板娘要亲自下厨，是不是？主厨有主厨太好了，喂，哎，站在旁边站很久都没讲话，阿全小姐，阿全，好像不是本地人，泰国人，哦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阿妈，不太会讲，不会讲了嘛，因为我拥有，哎，泰国血统，血统的外国，我有东南亚的那个感觉，帕萨进来帕萨泰是擦擦来，因为慢慢是擦擦。好，这是一位泰国的，稍微听力有一点问题的这个朋友。大家都搞很共啊，自己讲不标准，自己讲这么不标准。好的，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，那我们直接呢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做菜嘛，对，干嘛又不是教泰文？干什么？对呀，你这样的反应是对的，因为他是主厨，我只做菜，你跟我聊天干嘛？阿全，该不会一句国语都不会讲吧？啊，你卡扎贡哎，真是的，他会讲国语，会讲国语 OK 了，来，那首先你这要帮我们做这个叫做打抛肉，打抛肉呢，要一开始要步骤是怎么样的？先开火，我应该也是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而且锅子要先放在这里，哎，然后呢？然后油燃油烧，你这大家都真的会讲，你说什么？油，开火，热锅，好，中火以后，先放油，放油，放油，好，放了油之后，我就要开这么大，这火是要开很大，是不是？蒜，还有这个辣椒酱，对，再加辣椒酱，先放进去，爆香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？哦，把番茄放到这个肉上面，辣椒也放上去，加一点水。手艺要学习。
非常真的强悍哦，很强悍哦。来来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打抛肉，哒啦，哇，好香哦！有种就拉嘛，给大家看啊！好，一二。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我的歌哦，一多带过带，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。把这个带干嘛？你去哪里？干什么？你去哪里了？我刚刚回到泰国了。你又把我拉回台湾来干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会用泰国话唱《给高》？因为就是有回家的感觉，《给高》家的感觉嘛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呀、啊。哇！你刚刚请老板来介绍一下。啊！对不起，你也很夸张啊，他比我还要会玩。你们直接先从我们刚刚算是一半了哈，我们半对对对，我们参与一半的制作过程的。对对对，这一个这个叫嘎抛嘎抛嘎抛肉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肉很有弹性哦，很有弹性，因为它那个它有点那个筋还是什么在里面，所以吃起来有点这样 Q Q 的。对，咬起来就对了。哎，饭吗？饭马上就来了。这个哈，但是我跟你讲啊。因为你刚刚那个已经吃到嘴里面了嘛，啊，直接在搅拌，嘴巴里面搅拌，好吧？嗯，拌起来，哦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应该配合？好吃，这个正常下饭，因为那个肉粉其实比较咸呐，它的配饭哈刚刚好啊，哦，它味道是属于比较有点咸，有点辣，嗯，就这种东西，然后它吃起来又有点弹性，松松软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配上饭最好的。太下饭了，就是这道菜啦。那我们继续再来，月亮虾，来来来，来吃一下。嗯嗯，好香。把你的灯带。干嘛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意思？泰文好吃的意思。今天中午这一餐实在是让我太感动了，纳豆，新鲜的凉拌海鲜吃进嘴里，每一口都充满了浓浓的海洋滋味，加上道地的椒麻鸡以及肥美的柠檬鱼，我们的祖先们，你们实在太伟大了！啦啦啦啦！这间南洋料理店啊，不止菜色丰富可口，就连装潢设计都承袭了浓浓的南洋风味，让客人用餐时啊，充满了轻松的南国气氛哦。哎，对了，纳豆。从早上到现在，我们只顾着吃喝玩乐，但是过夜的地方好像还没有着落哎。难道你想要在外面吹海风吹到天亮啊？哦，我们就沿路找一下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干嘛？哎，怎么样？你没有闻到很香的巧克力味吗？没有啊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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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对对对。这里面，这里面传出来的，里面传出来的。哦，好香哦！啊、这就一般的住宿的地方啊。不管了，我跟你讲，进去看看，应该有吃的。哎，闻到了，我闻到了。真爱吃哎，等一下啦。哇塞！哇，整个南洋的风味哎。老板，我们要吃巧克力。找人。老板，是老板吗？老板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是你的地方吗？对对，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民宿的地方。这是可以给人家住的哈、哦。民宿啊。啊，新民宿住的有着落，对啊。老板，你这里好漂亮哦，可不可以带我们参观一下？当然，那待会我们会慢慢的请你们做一下导览。有导览就有后面。好，导演，我们去参观一下。来看一下好不好？这边开始。好，这边最漂亮，最漂亮。哦，哇哦，好帅耶啦，哇，南洋风哦，太好了哎。来来来，我们参观一下。哦，漂亮呢，椰子灯。喂，哎，你这个这是厕所，好特别哦。这是提供情人使用的一个。来来来来，情人使用的。哦，情人使用的。哎，这个我这房间这样，我在这边这样
洗澡哦。哇，继续参观，继续参观。哇塞，哇，哎，这个床很特别哦。我们全部都是从印尼巴厘岛过来的家具，还有一些艺品。有逆袭啊！我们来到垦丁就是要有这种南洋风。对，而且你们看到的家具，每一样的家具跟艺品，你们如果喜欢的话，通通都可以把它采购回家。哦，可以用买的？当然了。哇，你这样提供人家住宿，然后又顺便卖家具，这样。哎，我们决定了，今天晚上就住这间。嗯。有一点困难。那。啊，没有关系，那别间也可以，这间可能太大了，可能有人订了，没关系，小心一点，没关系。客房已经都满了，所以没房间了，下回。那我们介绍半天，你没有房间，哎，我们这样子帮你这样介绍，哎，结果我们想要住一下都不行。你看，你看观众朋友，臭名啊，你看，你臭名都不开心了，你在外面耗啊，你耗啊，来这边啊，哎。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你们观众要给我们一点福利才行啊！到八月底之前又带个五个好了啦，五个名额不够，10个，十个可不可以？好了，十个了，所以早知道讲50个、100个了。对啊，优待的方法是什么？讲一下。就在非假日使用的话，就是8折优待。八折不行，太贵。不够，5折。搞不好，那窦先生，那就你说话5折，你应该改行去当抢劫的，不是会话给我，好厉害哦，棒哦，你真的就答应了，就答应了，就5折，好，太好了，八月底之前，10个名额。这个电话号码已经在这下面了，打这个电话号码好不好？我觉得啊，因为这个优待这么棒，一定很多人抢破头。哎呦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设一点难关好了。设难。啊，通关密语，来个通关密语好了。好，来通关密语，讲一下。听清楚喽 ，Candle，Candle，Can，Can，Dodo，Can。什么难呐？对，那你可不可以？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刚刚一闪神，没有听清楚，你再讲一次好了。又跟第一次一样哦。我再讲一次哦，最后一次哦。Candle，Candle，Can，Can，Dodo，Can。好，一踏进眼前这间特色民宿，马上就让我俩有一种完全放轻松的尴尬哦。而这样的设计完全是透过民宿老板的巧思加以规划，吧台亭、茅草铺盖的屋顶、食堂以及柔软的草皮等等原始风味的造景，再加上南洋的进口家具，使得民宿有一种粗犷却又不失细腻的风格哦。老板告诉我们，这样的安排啊，为了就是要让所有来垦丁度假的人能够完全抛开工作上的繁琐，而且啊，在暑假期间人潮汹涌的垦丁之中另辟境地，让来垦丁度假的旅人啊，享受真正的慵懒气氛。不能住的话，那哎，这边怎么样？有人订了吗？有人订了是？哎，抱歉，已经有人不能住了，现在不能住嘛？那躺下应该 QK 应该 OK 了，哎，哦，哇，舒服，哦，哦，哎，这床 OK 呢，哎，很舒服哎，哇，好棒哦，哇，赞，公主床，越来越觉得像孙女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这边是什么巧克力的味道吗？就是现在我背上的味道啊！哎，巧克力 SPA， 怎么样？真的好香哦！对啊，都是巧克力的味道啊！巧克力味，嗯，哦，哎，很享受呢，巧克力 SPA 哦！对啊，很棒吧？这对身体很好。等一下，怎么样？
那里面现在不就没有穿了？没有穿啊。天哥，我要拉喽。好，那你拉。好。一、二，你拉。有种就拉嘛，给大家看啊，给大家看嘛，拉，把拉掉。谁要看你这个啊？那我们马上请一个女性工作人员示范 SPA 给大家看。亲爱的各位观众，我们这位化名小花的工作人员呢，现在正在享受精油按摩。我们马上来访问一下她的感觉。请问这个精油按摩觉得怎么样？很舒服。很舒服吗？对。可是我看她可能平常有点劳累，我来问一下老师，她是筋是比较硬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这种按法算是一般的什么比较特殊的按法吗？就是背部放松。背部放松啊。平常如果工作压力很大的人啊，或者是容易熬夜啊，做都有放松的效果。这种由东南亚进口的巧克力 SPA 是将含有巧克力成分的精油涂抹在身上，再透过按摩师的巧手，达到排毒与肌肉放松的效果。纳豆啊，像我们这种每天奋力打拼的艺人最适合了。你待会一定也要来马个两节。当然喽，这种福利我怎么可能错过呢？我们就好好 QK 一下。至于晚上要住哪，我已经请我的在地通朋友处理的好些好些啦。就是这边，就是这边。大佬，大佬，拜托哎，你怎么跟他约在警察局啊？对啊，就这边啊。哎，这个图案怎么这样子花花绿绿的，然后又有这种卡通造型的感觉，这不像警察局啊，看起来比较像幼稚园嘛。拜托，你也没见识哎。这是创意啊，我带你去看一下，走走走。什么创意？走了，下来看，我带你看。等一下，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全部我买单。真的吗？怎么样吗？都可以刷卡。Uber， 全部都是卡，有没有？哇，真的信用卡嘛？厉不厉害？整间警察局全部都是信用卡。这样就把它拿下来。拿下来呀、啊。这样就可以去唱歌了。你确定这不是盗刷吗？这不是，这是一个装置艺术。装置艺术。对。拼成好多种图案呢，整间警察局都是啊，可爱哦，还列饼又的叠加哦。你家，阿呆，好久不见，我朋友阿呆，阿Ken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阿呆哦，对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哦，他是国小老师哦，国小老师，完了，我们国家教育怎么办？居然被一个阿呆教出来，没礼貌，人家是老师啊！快些，我想见，想到你叫阿呆啊！我国中好像叫阿呆啊，我问迄个人，伊甲讲伊嘛唔知，所以就即马我叫到即马。哎，你真正阿呆，你袂使咧讲，伊唔是阿呆，伊是五大呆。你快来讲嘛！该谁姐？汉子，因为呢，阿呆呢是垦丁可以说是第一个把受在地旅游资源做一个结合，所以到垦丁哪里好玩，哪里好吃，哪里过瘾，找他的网站就对了。繁荣整个垦丁就是我们这位大呆先生的功劳。太棒了！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就靠你啦 ，OK 啦，答应。没问题啦，赶紧安排好啊！安排好啊！照不照？照不照？太照了！你真正有够戆的啦！来，行，怎么样？有够卡哇伊的吧？这间警局啊，已发行过多的信用卡，拼贴在外墙上，鲜艳的颜色搭配出不同的可爱图案，完全颠覆了警察局给人的严肃印象哦。不过不要以为这些是信用卡就可以拿来刷哦，因为这些卡根本就没有卡号。所以纳豆，如果你真的要装阔请大家吃饭，那你今晚就要在警局过夜喽。阿呆，我是狗阿妹。你确实会红了啦！你要蹲那么久了，对呀，很想红啊！到了没？到了啦！到了，在后面呢。哦，这个，对啊 ，very colorful， 对啊，很漂亮啊！为什么特别介绍我们住这边？他们都重新整修过了，而且里面房间有各种主题啊，各种主题，有什么样的？对啊，有贝壳的啊。你要美人鱼的话，这边也有啊。哇，就是要这种的啦！那我们来当做看一款，走了走了。真的看起来很不错。欢迎，您的房间钥匙在这边，那房间就往三楼走，有什么需要房间按九下来。房间有了，多谢啊！你真的是垦丁通哦，阿呆感谢你，不会，多谢啊！希望你的网站越做越好啊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就先去忙了，你们先上去休息。好，谢谢。
哇！开奖开奖哦！哇塞，好大的贝壳哦！哎，真的有一个贝壳哎！我刚刚还以为阿呆骗我们的。哇哎，给进去参观一下。哎，全部都是马赛克造型的。哇哦！还有个浴缸哎！哦。哇，好享受嘞！而且是干湿分离的。对啊。那关起来，哎，哇！这是干干的。对呀。棒。很宽敞，相当宽敞。哦，view很好，view很好。真的吗？哇！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你这样生气，这是真的。唱，母亲唱起来，母亲唱起来。小白云飘在上面，哇，太美了！好久没有这么休闲了。等到晚上，我们再出去玩。听说晚上的垦丁才是最好玩的。晚上带大家去逛垦丁大街。那你现在先休息一下。对。这间充满浓浓海洋风味的饭店，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主题特色。坐在阳台上就能够眺望整个大湾的美景，而饭店的位置也是非常的好，无论要到大湾或者是垦丁大街，通通只要步行个三五分钟，非常方便呐、啊！哇，太好了！对，来到垦丁呢，晚上一定要来这边垦丁大街好好的逛一下啊！真的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垦丁除了有太阳、沙滩、啤酒、比基尼之外呢，那是白天的，那是白天的活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要来大街逛，因为这边吃的、喝的、玩的全部都有。真的吗？对，所有夏天的东西都有，我们马上看一看吧。不能先讲一下吗？我们用看的比较快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看看看，去那边好。不不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漫画人像，这边这边，我跟你讲，我朋友刚好寄放东西在里面，我们先进去拿一下。你哪里还有朋友？我朋友寄放东西在里面。哎、啊，我跟你讲，那老板会画漫画哦，你也可以画衣服嘛。耽误什么？耽误什么？真的真的很适合你。我想要去那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啦，我们先进去看一下。真的真的。嘿嘿嘿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来，老板老板你好。哎哇，老板老板你好你好。你就坐嘛，老板帮我们来画一张好不好？我们画帅一点哦。哎、oh. ，对对对，反正我们来了嘛，来这边就要这样画一下，应该的。坐在这里啊、哦。OK， 这个看起来好像应该是经验老道哈、哦，可能画很久了哈、哦。十几年。十几年了、哦。十几年了、哦。对啊。哇，厉害厉害。漫画家感觉这边都会长一点毛啊，比较有感觉。哎，对啊。眼前这位店长阿张聚精会神的在纸上作画，就算我们两个动来动去，也不制止我们，完全不为所动啊！看来画了十几年，果然有他的功力在哦。真不知道我们在他的画笔之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！阿里放心啦，你看墙上那么多的作品，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大明星哎，有了这些人的品质保证哦，我推荐的不会错啦。好像哦，我都叫好了，你看，搞得歪。啊，这是你的头。对啊，然后这是你。它虽然有一种用漫画的感觉画出来，有没有？神韵都在里面。神韵都在里面，连我胡渣都有。我还头上有一颗豆子。哎，不过怎么哎画你就是完全照写实派来啊，跟本人一模一样啊。哇，好棒哦！谢谢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很有趣，好可爱哦。哦，很贴心。啊，还有 T 恤哦。哇！哦，哎，直接印在 T 恤上面。我们还有 T 恤哦。哎，豆豆，你太棒了，来到这个地方，肯定万岁，这个超棒的纪念品，十位票价。哦，加多虾，谢谢你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我们一定会穿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我还没让来去啊，来去，来去，来去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稍等一下，没有交代的。
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刚刚说什么朋友要叫拿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我啊，谢谢老板找了嘿。啊，你什么东西看一下啊？是我朋友这个，你那个，等一下，我朋友是画他跟他外婆，还有他们全家福跟他们家的狗。没有啊，老板画的很好，我想看看你。你奇怪，朋友都看。 害羞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了，看了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看了，看好了，看好了，OK了。我女朋友了，OK了，OK了，OK了吗？你小朋友脸真的很干净。纳豆，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这么样下流的人啊！是老板说可以 email 照片给他，让他完成我的幻想的。如果你不服气的话，也可以请老板帮你画你跟那个……纳豆，我们赶快去下一间店吧。 手工凉鞋，手工凉鞋，你看哦，旁边有写手工凉鞋啊，不然你以为这是卖什么？我以为是卖泳装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原来是卖凉鞋，卖手工凉鞋的。奇怪了，现在台湾哦，很多东西都一定要用手工的。嗯，很奇怪。马奇要手工做才好吃。现在连凉鞋，凉鞋都要用手工吗？凉鞋，他卖手工凉鞋，手工吗？ 不相信，拆穿它走。怪，来到垦丁啊，还是没有一点温情。老板，哟，你们这边卖的是什么东西？手工拖鞋。手工手工的吗？对。我不相信。那就做给你看啊。做啊，快点做啊。哎，别，那个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人家已经说是手工拖鞋了，你是逼人家干什么？ 不懂啦，我们先说不信，然后他就会做免费的给我们，每次都这样啊。哇塞，纳豆，你出师嘞，太棒了！你现在大概从三线主持人跳到两线半，哇耶，是一个成长哎，对，好棒，继续加油啊！哇啦啦啦，我们都很不相信，我们不相信，那给他麻烦脚踩上来一下，我量一下你的脚，没有问题。哎呦，哎呦。 脚怎么吃脏脏的那种？不是能够特别，很难量吗？老板的话，我的脚毛啊？啊？为什么？脚毛？找等一下。哎呦，哎，专业哦，不像就是这样随便画下来。真的假的？嗯？你好直接。哎呦，脚缝那边用。脚。好，想起来。哇，哎，看一下。哎，我脚好宽哦。你脚这肥的有没有？ 他不是长型，他比猪的脚都蛮直的。啊，你是阿比了，我忘记了。对，来来来，老板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这样就 OK 了吗？纳豆啊，你看老板是先帮你的脚量尺寸，然后在鞋底上做记号，又用工具敲敲打打，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啊，还用模型去调整。我看这老板真有两下子。话别说这么杂，要等我试穿过了才知道。哦，好了，好了呢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哎。 全新的量身定做的，哎呦，哎，那个脚丫子放进去的感觉就是整个线条好漂亮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哇，你有 style 哎，哇酷哦，哇你出纹啊，你出纹啊，老板，我这样整个哎帅气多了，哎，真的，我现在有点开始相信是你手工做的了，老板，嗯，相信了哈，那你要不要需要你来一下？我刚刚是不太相信啦，脚有一双白在下面，然后我正好我也穿在脚上的话。 那我就相信了，好吧。哇，手工凉鞋穿起来真的是不一样哎！放眼望去，店里面琳琅满目的凉鞋，老板说光是手工凉鞋就高达400多种不同的款式，而且都是为客人量脚定做的哦。穿着属于自己的凉鞋，走在垦丁大街啪啪照，让你脚丫子与路面有了最舒适的连接，而且绝对是独一无二哦。 上去下杠的男猪啊，你就下去。
这是在弄在上面，你洗澡的时候都不太容易掉，对不对？那一个礼拜，可以一个礼拜，太棒了！哎，挑一个图案，老板，帮我选一个酷的好不好？什么？不要看了，我帮你设计就好了，交给我就 OK 了。Special 的哦，对，交给我。OK。那我也一样，我也要一个 Special， 很漂亮。待会我先。不用，等一下，老板，不用。我跟你讲，老板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了，你不用挑了，你不用选，老板，不要帮他设计，太麻烦了，留在脑子里面。我们不是 PK 吗？你不是差我一件事情吗？对不对？就这样，我来帮你决定图案在身上，一个礼拜。不要闹哇，那一个礼拜都洗不掉。哎，玉主服输哎，你要拿布蒙着眼睛，图案我来跟托托老板讲。好，这边啊，哪边？图案小了，我帮了。图案很小啊，小一点呐。好，我画最小的好不好？哎呀，好痒哦。好，完成四分之一了，你看很快吧？你是在家里就不，你乖，没有，这是一个很代表你的图腾。K.E.N 先生，所谓愿赌要服输，气球吹不破就不要怪我了，嘿嘿。除非你打算在大热天穿长袖，不然这个纹身啊，绝对让你一个星期抬不起头。不知，我搞定了。哎，没有，还没。那个想不想画一下？我跟你讲，随便，你想画什么都可以。这个今天这个布很大，随便你。哎，这边这块给你。干什么？要挤，要一点挤啊！想画什么图案都可以。哎，赶紧嘞，赶紧嘞！哎，我不是岳飞啊，你个拜托好不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证明我们现在玩游戏一定要认真。你画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画，我要。这是苹果吗？我要画一个图案。奇怪，你自己画上瘾了。兄弟，好美！在这边小跟你报告一下，图案已经完成了，你一定会非常满意哦。要揭开历史性的一刻，看好你的手哦，一。二三，中文字，我狼不是我娘到爆，我炸了！哎，你这样生气真的？你那个，武器藏起来！你帮我这你。哎，这个要一个礼拜才能退掉，哎，一个礼拜。他自私，不是，他自私，愿赌服输哦。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蓝师傅，还有个蓝师傅也帮你画，他现在跑掉了。刚刚蛮多人参与这整个浩大的工程，很多人都有参与吗？嗯，刚刚谁画的？蹲起来，喂，蹲起来。那没有人怕我是谁呀？好了，就吃你就好烂哦！那洞怎么那么坏啊？你叫人家一星期怎么样去见人嘛？讨厌！你看人家老板帮你画的图案那么细致又那么 man， 这可是老板依照每个人的个性去创作的，嘿，肯定大街上那么多人，你先想想待会要怎么办吧。服输嘛，噔噔噔噔，这很怪心哎，一起秀一下，噔噔噔，为什么外人那么可爱，人那么怪啊？哦，这样很巧哎，服输哦，哎，有没有要合照的？肯定的美景和悠闲的气氛果然充满了无法抵挡的吸引力，大家千万不能够错过这个位于南台湾的暑假避暑胜地哦！而且大家在享受之余，也千万不要忘记留下最美丽的环境，让每一个往返此地的游客在离开时都能够拥有垦丁最纯洁的倩影。别忘了，最好的环境是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去经营的哦！摩托车周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PK， 现在是要 PK 什么啊？你走开啊！